熱褲跌落北姑元朗仁鬥被捕。喂，睇住攔住揾就攔住中間啦、啊！哇，行頭位個姐姐似大肚多啲、啊，後面都幾位就北嫂打扮。呢位姐姐跌曬膊咁，仲有熱褲女添，咪就係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咯。拉咗16人，三個揸護照，其他就揸雙程證，最細嘅21歲，主要嚟自廣東同廣西。一排警方發現多咗北姑進駐元朗青山公路、同樂街、水車管街同埋谷亭街一帶嘅賓館同鳳樓。尋日中午掃黃，啲北姑多數由鄉里介紹嚟嘅，每次浴金200-300元。